面店啦，阮只是哦，一个来是要找你参详参详。什么事啊？进前小跑是阮四个人做的啦，要记过哦，就记阮四个，莫搞其他兄弟拢拖落水啊，若无安尼话就袂爽的啊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？你们是想威胁我吗？老师啊，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呐、啊，我们是跟你商量啦、啊。可是你们打架闹事在先，无理在后，要我怎么帮你们呢、啊？而且对方指证莉莉，说你们五个人都在场，我能不处理吗？在场不代表动手哦，而且对方讲了你就信，这样对我们很不尊重哦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或许让你们觉得很受伤，不过如果能够痛定思痛，改过自新。老师啊，我知道你是教国文的啦，可是我们程度没那么高啦，你不要讲那么多成语，我们听不懂啦。你对一句话啦，你到底是要撤销那个记者？已经公告的事怎么可能撤销？哼，你有欺骗，假使因为你决定然后后天出什么代志，这条蛇我一定算你的头顶。行，我是你们老师，哎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对，老师不是用嘴巴说说啦，如果你不知道老师要怎么做，就去看一下《极道先师》啦。没知识要有尝试，没尝试哦，就多看电视的。拜拜，拜拜老师。